如果把梦想比喻成难以攀登的喜马拉雅，我相信只要努力不放弃，终会有属于自己的舞台。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能量去感染更多的人，让他们有去实现以为的不可能的信心，让他们有了前进的动力。从四年前一直到现在，然后收获到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，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，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做公益。2014年8月7日，我第一次认识了你们，羞涩却不失活泼的脸庞，你们的一切都吸引着我。第一次见你们在南京，你们去了跨年演唱会，虽然隔得很远，听你们唱着《快乐环岛》《幸运符号》《青春修炼手册》，一年又一年，惊讶你们的成长，惊喜你们的进步，期待你们的未来。四年时间，三只乖巧懵懂的少年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。谢谢你们在我情绪低落、有困难、事情做不好的时候，给我坚持下来的信念。祝你们4周年生日快乐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喜马拉雅，那就是我们的梦想。和自然堂一起为追求梦想而努力。我希望粉丝每天可以多一点快乐，少一点压力，就像自然堂面膜一样，充满舒缓治愈的力量。每个人力所能及，发出耀眼的光亮，聚集起来就拥有照亮整个世界的力量。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公益，和自然堂一起用爱守护每一份的美和自然。蓄水之能，向光而生。加油！所有委屈，真虚伪的利益，抽给这光芒为你坚持，像一时可见的尊严，你降临的明天，划过无边际的黑夜，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放飞，融会下的誓言是年轻交错的视线，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